专业的麻辣子。下首歌也是送给大家，这一次我们所有的歌都要送给大家。对，我们这二十年，今年是刚好是我们组团第二十年。这么长的乐团路看下来，我发现真正会红的乐团，他们的歌都会献给大家。可以。好吧，有点久没有红了，这首歌送给大家。叛逆让我们相遇，酒精让我们在一起。